回回都这样，有必要吗？要是背上全是伤，以后怎么嫁人？我爹没跟你说过，他要把我嫁给你。那你可得好好劝劝你爹。我劝不动，还是你去劝吧。我就是因为之前劝的太多了，所以到现在我还是斩四。 你有喜欢的姑娘吗？你干嘛问我这个？随便问问，总觉得你该经历过些什么。你这次去傀儡岛，有遇见过什么人吗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你爹不会让你嫁给石沙门之外的人。有的时候在想啊，对于石沙门来说， 究竟什么才是大事？杀人！店小二，店小二，叫什么呀？他不是给你送热水去了吗？是啊，我等着他烧热水都半天了，人影都没见着。哎，要不然你来？哎，你又去哪儿啊？我热水怎么办呢？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，看来我和明月姑娘的缘分还没有尽，我再也不会把她弄丢了。走吧，公公，你们今天是走不了。 杰兄，到我身后来。<音><音><音>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啊？赵兄，这厉害归厉害，这姿势也不用摆这么久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正在享受成为大侠的感觉。铁兄，你那个刀不真是个宝贝，没有它就没有现在的我。你呀，挺谦虚的啊。高手嘛，必须得谦虚一点。 赵兄，你流血了？高手怎么可能会流血？你自己看，这边也流了。哎呦，还有这边，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哎哎，赵兄，赵兄。